换我是吧？2007年，我跟刘俊和、刘玉婷即将完成婚礼，好死，保佑我们顺顺利利，婚礼顺利。生着虾虾和草草，草是女的，虾虾是男的。好了，2007年，要没有换人的话，也许就是你了吧。那什么时候结？2006年有一个人骗人说2007年会结婚，那改成2008。骗人，每一年都差不多都这样讲。那改成2007年。取就是会取，不需要赌上来的。那就是会取呗，不要紧张嘛。可以啦。OK 啊，就这样子。要停哦。Thank you.